然后啊，呼召的时候带着神的应许跟祝福，
要不然他也会讨价还价，罗德也讨价还价。他到二十节啊，他又十九节、二十节他也讨价还价，他说了啊，我已经跑不动了，我没有力量再逃到山上了啊，我怕这灾祸追上我，我便死了。是二十节说，看呐、啊，这旁边有一个城很近，容易逃，你就让我逃到那里好了。你看他也在讨价还价，哦，主啊，二十一节天使对他说：“这是我也应允你，我就不起诉你说的政策。”那么当然，到了二十六节啊，在一路下来到二十六节，罗德的妻子回头一看，就变成给延住了啊。这个延是有用的，延住就没有用了。那么重要的经节在十九章二十九节，当神毁灭平原主城的时候，神纪念亚伯拉罕。正在起乎罗的手之前的时候，就打发罗的从起乎之中出来。当然后面十九章三十节就说到罗的又没有回到亚伯拉的身边，就住在山里。最后呢他诸般的失败，就是他在索多玛之间没有好好过几年的生活，所以他自己本身的观念，他女儿的观念，最后就造成了这个乱伦的悲剧。一直到十九章的三十八节我们经文部分大概就简单介绍一下。刚才纲目部分诸位弟兄姊妹，从第二大点来讲，诸位弟兄姊妹，第二大点来讲，诸位第一大点讲到亚伯拉罕罗德的出生他们是有一种亲情的关系那么第二大点就讲到亚伯拉罕的蒙召跟罗德跟随的蒙召。那我们今天啊晚上主要的负担就是讲到这一组人物的对比。亚伯拉罕是信心之人，虽然他也有失败有软弱，但是他回转的很快。那么罗德是一个失败的艺人，他这个失败的艺人是一直失败下去，几乎没有回转过。那么这一点呢、当我们呢、在交通量信息的时候，我们真是感慨万千。你看神呼召亚伯拉罕，神并没有呼召罗德，但是罗德跟随神也是公正的，神如何祝福亚伯拉罕，神照样祝福跟随着罗德。那么第三大点就说到罗德跟亚伯拉罕的分离，这个分家，因为两边的牛群羊群增加，因为古代在希伯来人中间，他的财产就是这些牛群羊群牛群羊群增加，双方的牧人也增加，然后因为牧人可能是因为这个牛羊需要吃草可能因为这个粮食草地的问题，可能就起了争执。那么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就有一天就带罗德上了一个高原的地方，比较高的地方，也许像仙居野街，也许像正大后山，也许像木栅茶园，一看整个台北可以看得到所以就把他带到一个高的地方，然后就跟罗德说我们的仆人可以相争牧人可以相争，你我是骨肉之亲，你我是敌者，我们不可以相争，全地都在你面前，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就像。那么罗德的失败就失败在这里，前面给水的很好前面是很蒙恩的，但是后面不蒙恩，并且的失败是一直的失败，失败到罗德的结束。那就从这里开始，因为什么？离开了福利园。这个罗德是一个年轻人，当亚伯把他带到高原上来叫他选择的时候，叫他挑的时候，他眼睛也是会很亮，脑筋也是很聪明。一看，哇！圣经记载说，这索多玛那一带的平原，因为所有城市的发展，人类的历史发展来讲，都是从平原开始。平原盖满了才往山上走，对不对？罗德不是，也不是笨人，他一看就知道。同时啊，圣经记载说，在索多玛神还没有毁灭之前，那平原就像耶和华的园子，像快乐的一片园，真是太好了。罗德一看，二话不讲，
马上说我就是往这边，这就是罗德失败的点。罗德应该安静下来想一想，我今天所以这样蒙恩，是因为我跟随亚伯拉罕，没有亚伯拉罕就没有我罗德。弟兄姊妹，我们永远要记住。但是啊，如果罗德是这样的话，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啊，假使你是罗德，当你呀、啊、也是亚伯拉罕要问你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回答？对不对？罗德如果是聪明，他第一个回答说：“啊，大伯啊。”无论如何我是不愿意离开的，至于仆人与仆人之间怎么争执，你看怎么办就怎么办，绝对相信他很蒙恩。但是啊，他连问了，对不对？他应该问了，他说，但是有一个原则，我绝不离开，对不对？那么第二的话，他也应该跟他大伯说，大伯你好歹也是前辈，既然要挑，你先挑。他不怕，我就赶快先挑了，对不对？要么你就先挑，要不然你帮我挑。连这个动作都没有，不要笑，在这边对不对？人有好多选择的了，连来交通都没有，对不对？那就是罗德。不杀人也不过一位也不交方向、啊、他自己爱怎么走就怎么走，就走自己的道路。各位弟兄姊妹，这是非常严重的啊！这就是、啊、罗德失败的开始。当然罗德挑完了，你高兴就走了，还留还是亚伯拉罕还发呆在那里。当然也不是发呆了，要不然还停在原来的地方。但是感谢主，神就进来向亚伯拉罕说话。亚伯拉罕，你向东西南北观看。啊，刚才雨电也讲了，华丽眼睛所看见都是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罗德眼睛年轻的那眼睛不错。我相信亚伯拉罕眼睛也没有白内障，也没有近视，对不对？罗德所看到，亚伯拉罕全看到了。所以你说罗德选的有用？罗德的拣选也是百拣选，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手上。所以啊，不仅跟亚伯拉罕说啊，你眼睛所看到都是。同时说，你纵横走遍全地，纵横走遍，纵的走一下，直的走一下，横的走一下，你看能走多少都是你。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蒙福的原则里，这是很重要。然后第四大点，第四大点这里说到啊，因为四王跟五王的征战。那么罗德住在所罗马，现在古玩的这边被打败，同时呢被掳了。但是你有看见亚伯拉罕，他顾到他的亲戚，只要听到罗德被掳，他没有考虑到自己的风险。人家是几个碗，同时啊还啊刚刚打胜仗，气势很高啊，对不对？罗德啊，你看啊，不是亚伯拉罕，你看。只有318人，你跟几个碗在打，对不对？跟四个碗在打，怎么打？他没有考虑到，他只考虑到他的侄儿罗德，那么就一直追，然后啊，把他们全部都抢回来。这位弟兄姊妹，这个时候罗德应该回来，还是没回来。所以第五大点就说到，罗德再次拣选离开亚伯拉罕，而居住在所罗马的后果，当然后果非常严重了，就是啊，神要毁灭。还好啊，神先来造访亚伯拉罕，啊，也因着亚伯拉罕的代求，神因为纪念亚伯拉罕而拯救罗德。但是罗德的观点非常的好，对不对？我在这里啊，
就简单的把罗德一些的失败可以讲简单的交通表述的。第一个，罗德啊，贪爱所罗马，贪爱世界，所以他一路啊都帮完所罗马，好像所罗马是他的目标，是他人生的盼望，他非要住在那边，非要在那边发财。所以啊，他最初是渐渐我意，最后就搬进去，最后就做到成名。你看他非常喜欢什么，一直到天使要救他的时候，他还辞别不走。这是啊，他失败的第一个情形。第二个，他没有过金钱的生活。你看他跟亚伯罕对比不一样，亚伯罕都一直啊到一个地方就逐一做。然后第二，他在那呼求主的，那是耶和华的名。第三，他常常站在神的面前，他跟神有亲密的交流。就像我们刚才唱的第一首诗歌，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啊，亚伯拉罕的确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罗德刚好不一样，刚好的是相反。他常常啊，他不仅没有主谈，没有呼求，没有神的显现，没有活在神面前。他是经常讲一些戏言，所以他在他女婿准女婿的面前，他的性命破产，讲的话人家不相信。第三，你看罗德跟索多玛里面的人称兄道弟啊，那一些啊，不仅啊称兄道弟，他受他们很多观念堕落观念的影响。甚至啊，愿意牺牲他自己的女儿，你看，连这种观念。第四点，罗德没有把姊妹带好，没有把妻子带好，因为他的妻子爱世界，罗德应该把他妻子带反过来。我看没有，他反而啊受他妻子的影响，对不对？你看天使拉掉他们出来的时候，就会变成怎么样？他的妻子回头一看，至少罗德没有回头，对不对？还妻子回头，所以妻子啊比罗德更爱世界，罗德应该把他翻转过来，应该啊做一个刚强的弟兄，不应该受姊妹的影响。第五，那个罗德啊没有因为失败而回转，承认自己的软弱而回到亚伯拉罕的身边，反而拣选住在山洞里，给他的女儿有断魂的机会。你看罗德啊是有好几次机会都可以回来，但是他一再的选择错误。第六，他没有啊带领女儿们啊过金钱的生活，反而让他女儿们被索多玛的文化所同化，其中非常明显的就是喝酒。你看在山洞里，这个酒哪里来我不知道，也许有人说逃难的时候带两瓶 SO 什么的，不知道酒哪里来，但是就表示在索多玛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是常常喝酒，没有过金钱的时候，常常是过世界这个罪恶的支撑的时候，所以啊被他们这个同化太严重，最后造成了乱伦的悲剧。第七，罗德的失败，乱伦所产生的后裔，刚才圣经里面也有，就成了以色列人一直到今天的难题。盼望主恩待我们，作为弟兄姊妹，那我们再把这个结语部分我们看一下就可以了。我们打开手，刚才放在纲目第三面。结语部分，第一点，我们来读一下观点。亚伯拉罕是被蒙召的，而罗德只是跟随者。罗德起初因为跟随了亚伯拉罕，所以让亚伯拉罕蒙福气，罗德也照样蒙福。神必不偏待人，他如果祝福被蒙召者亚伯拉罕，也照样祝福跟随者罗德。一个是被蒙召的，被呼召的，一个是跟随者，只要走在正确的路上，这个被呼召者照怎样的蒙祝福，跟随者也照样蒙祝福。然后第二点，我们一起。
起来读一下重点。